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利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，立于中尊，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，立于中尊，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，立于中尊，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914页，914页，从经文看起，啊，第五行，蒙明地图，不信经法，心无远虑，过于快意，迷于尘秽，贪于财色，终不修止，爱在过上。这段经文沉着上面啊，佛慈悲到基础，看到众生的造业，堕落在三途受苦，啊，把这些因、缘、果、报都说清楚了，劝我们为什么不努力修善，还等待什么时候？啊，前面一段经文，我们冷静观察，回头反照自己，就明白了。佛菩萨、祖师大德苦心劝告啊，前面告诉我们，生于神岸，转受于教，颠倒相续，无常根本，根本就是三毒里面的愚痴。啊，总不免去造三恶业。啊，造业的时候，由自己知道，由自己不知道。不知道的是痴，知道的为什么还会造业？因为有贪有嗔。贪嗔痴，这是根本的 啊所以造成了颠倒相续，无常根本，
学佛多年，甚至是到七老八十，还造业。你要问他，他经很熟啊，不是不知道。什么原因？那我们现在明了，这个大时代不能不受时代的影响。满清灭亡之后，民国成立了。过去帝王的时代，每一个新的朝代兴起，把前面朝代推翻，大概是不出5年，皇上就治理左右，颁布天下，社会就上轨道了。为什么那么容易？他没有间断，纵然中断，时间很短，不过是5年10年，还等不了，风气还在。像我这个年龄，我出世，民国16年，也就是说，进入民国的16年。所以我在20岁之前，那个时候确实，专文化没有了，社会风气在呀。不知不觉的，你受着那个风气的熏染。这种风气维系到抗战，抗战8年胜利之后，这风气没有了。我们今天想起来很痛心的，我们自己这个年龄没有受到传统教育，但是看到风气，虽然很小，5、6岁、7、8岁懂事了，接受这个熏陶，知道孝顺父母，知道尊重师长，有能力辨别善恶，哪些该做，哪些不该做，很清楚书虽然没有念好，这个没有念好，不是自己不喜欢念书，喜欢念。环境不许苦，战争时代，天天逃难。那个时候没有交通工具，都在走路啊。8年，我走了10个省，也走了几万里路啊。古人所谓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。我们书是没有读过万卷，但是行万里路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所看到的，所听到的，所接触到的，长见识。知道艰难困苦。一生遭遇再不好，我们不甘堕落，总是守住先人教诲。学佛之后，我有3个老师教导我，我对老师感恩，老师给我开特别酷，我遇到了，我以后可能再也没有了。方老师、张家大师，不可能是单独叫你，
这是什么？众生没福。时运衰了，那么今天讲传统文化，还能找到几个老师？我想不超过10个人，真叫难能可贵。这些人都是七老八十。10年之后，他们走了，想学，没老师教了，这非常可怕。汤恩比讲的话，我们相信。人类有历史记载5000年的，这5000年当中，这个世界上曾经出现过20多种文明，讲文化也可以，现在全没有了，只剩下中国一个了。什么原因？他讲得很清楚，人类历史告诉我们，人类是先有宗教，后有文明，文明是从宗教延伸的。凡是没有宗教做基础的、底蕴的，这个文明都不会超过300年。那么我们就明白了，中国这个文明是有3个根的，儒释道啊，儒释道都是宗教。宗教一定要用中国语文来解释。宗教这2个字连起来，中文的意思，第一个是人类主要的教育。第二个是人类重要的教学。第三个是人类遵从的教化，没错。可是到今天，我们把它疏忽了100年了。过去我在日本讲经，日本的法师曾经告诉我，日本在400年前。他们有记载的，整个日本城市乡村大大小小的佛寺庵堂都讲经，讲经的风气挺盛。这个现象在中国隋唐时代确实，没有一个佛道场，不管大小，没有不讲经。所以佛陀教育普遍在造世界，人人很容易接受到，小孩从小就接触到，这才能扎根呢。日本丢掉400年，中国过去方老师告诉我，200年前什么时代？满清、康熙、雍正、乾隆的时代，200年前都到乾隆时代了，嘉庆的前一半盛世，大清朝的盛世应该有200年了，从康熙的时候一直到嘉庆。怎么造成的？讲经的人多，
隋唐时代的时候，家家都讲经，没有一家不讲经。啊，译经，所以玄奘大师取经，印度高僧到中国来，没有不带经书来的，大乘佛法通通流传在中国，啊，被翻译为中文。啊，为什么要翻译成中文？世界上的文字，全世界，自古至今，只有中国文字可以传千年万年而不改变。啊，现在我们读佛经，唐朝时候译的很多，啊，古一点吧，咱读《论语》，啊，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孟子》，这都是2500年前。作品我们现在能看得懂啊，不会错解意思啊，这就是汉字文言文优越之处，外国文字是拼音啊。当年释迦牟尼佛讲经，弟子们借鉴记录下来用梵文，梵文也是拼音文字，拼音文字300年之后语音改变了，就不认识了。啊，像我们在欧洲，欧洲人告诉我们，莎士比亚的作品也不过300多年吧。现在欧洲人看不懂。啊，这就是表音文字啊缺点。所有拼音是表音文字，中国的文字是表意，所以它不是叫你听，叫你看。啊，你看到它的写法，你就知道是什么意思。啊，它不受时空限制。中国文字上书可以到甲骨中点，啊，在秦朝，秦用小篆，春秋战国的时候大篆，啊，秦是完全统一了，也就是周朝末年。啊，战国的末期文字统一了，世世代代文字传下来了，文言文传下来了。啊，李老师当年告诉我们，能熟读50篇古文，能背诵，你就有能力看文言文，能够读100篇古文，你就有能力写文言文。啊，那么过去教学，小孩什么时候学这东西？从3、4岁就开始，啊，有一套教材，啊，现在有同学把它重新整理、整编出来，慎学根之根，啊，这些教材是浅显的文言文，小朋友。聪明的3岁半就开始读啊，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《千字文》啊，像《弟子规》这一类的啊，他们就开始学习。所以到10岁
读四书五经，15岁全完成了，啊，四书五经都能背过，啊，诗词歌赋都懂啊。那15岁以后，这入太学了，啊，国家办的学校，啊，太学里面的教授都是研究讨论，啊，不是老师讲学生听，不是的，都研究讨论，深入，我们讲深入经藏。读书快乐，读书为什么？为自己这一生，无论是从事哪个行业，男女老少，一生能过到真正幸福、美满、快乐的人生。为这个，啊，在家人学习，家庭和睦。啊，家庭美满，事业顺利，你有智慧，社会安定，国家富强，天下太平。读中国书好处就在这里，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。啊，这个平天下，平是平等，平等对待天下。这就是大同之治啊。今天我们讲世界和平，中国人讲世界大同，能做得到啊？每一个朝代都有一段盛世，那个盛世确实是大同啊，虽然不能不读书啊，中国人讲社会四种人，士农工商，把人分为四等啊，读书人摆的最高，上人摆在最后面，上人有钱有财富啊，但是读书人的地位比他高，受大家尊重，所以社会安定和谐。为什么？没有人争利，没有人贪图享受啊，特别是读书人，生活很简单，能吃饱，能穿暖，有个小房子可以遮避风雨，快乐了。啊，都是为什么？《论语》头一句就讲清楚了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乐乎？”跟方东梅教给我的意思是一样。啊，方老师告诉我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我这样入佛门的，啊，一生确确实实，老师没有欺骗我，啊，我这一生确实享受的最高的享受。怎样才能得到？把佛的教诲都做到，你就快乐了，心安理得了，道理明白了，心就安了。啊，一生与人无争，与世无求。一生不跟一切人事物对立，没有冤家对头。啊，纵然别人贬我，啊，讽刺我，笑话我，
侮辱我，甚至陷害我，我都感恩。我每天讲经念佛都给他们回向感恩，为什么？消我的业障。那都是佛菩萨实现的，来考我，看我忍辱波罗蜜够不够。我如果也不高兴不生气，打败仗了就错了啊，这种快乐就没有了啊。明了讲得最透彻最清楚的是大乘经典啊，告诉我们整个宇宙是一体，一体他做错事情你能不原谅他吗？做再大的事情把我杀掉了我还是原谅他。忍辱仙人做到了，他为什么做？他明白了啊，整个宇宙是一体，一体哪有不亲爱的啊？为什么来伤害？那是他无知，他迷了，他不正常了，他总有一天回来破迷开悟成佛了。一切众生本来成佛，将来个个都成佛，这是事实真相。啊，无量寿经上从32品到37品，这些大段长文都是讲因果报应，是正会里头佛所讲的戒律啊，特别提醒我们要认清楚啊，认清楚就是明白了，不迷惑了，明白你起心动念是真的啊，迷了，迷了可能会起错误的念头啊，错误念头是损人不利己啊，这世间人常看，真正修复的人明白啊，想法做法是倒过来的，损己要利人，把别人摆在第一，自己摆在最后，这样才能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，积累功德啊，内一定要断的，贪嗔痴慢疑，见思烦恼啊，思火啊，见火身见边界，见取戒取邪见，五种见惑断了，正小乘须陀洹，大乘初信位的菩萨。实性里面初性不是，这才真正入佛门了。如果五种见惑还在，把经教讲得天花乱坠，你没入佛门，这个自己要知道啊。身见晓得身，身跟整个宇宙是自己，不是身是自己。身好像身体上有个细胞，这细胞是我，全身所有的细胞都是我，是一不是二。所以我什么是我？全宇宙是我，这就对了。六祖慧能大师开悟，
最后一句话告诉我们，何其自信能生万法，万法是全宇宙，全宇宙是从哪里来的？是从自信变现出来的。自信是自己的本体啊，哲学里面讲本体，整个宇宙的本体啊，宇宙跟人生是一不是二。你要真正明白了之后，善人是福，恶人也是福，对我有恩是福，陷害我的也是福，全是啊！你怎么可以起心动念？啊，净宗最很殊胜的地方就是一句阿弥陀佛。啊，善人阿弥陀佛，恶人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是平等了。啊，真的是阿弥陀佛，决定不是假的。如果说是假的，你还没有契入境界。你契入境界之后，真是阿弥陀佛，花草树木是阿弥陀佛，山河大地是阿弥陀佛，蚊虫蚂蚁都是阿弥陀佛，这就对了。心里头只有一句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什么都没有。你才能入得了境界，入境界之后才什么呢？学而时习之，习就是其如啊，做到了，落实了，不亦乐乎？啊，这就是为什么要学。我要快乐人生，我要幸福人生。啊，正是大学所说的：“自天子以至于庶人，一世皆以修身为本。”啊，修身就自己得到幸福快乐。啊，自己一生没有一个怨恨的人。没有一个冤仇，没有一个对头，好啊！你说你多快乐啊！吃饱就好了，就很快乐了啊！不必讲究口味，讲究口味很麻烦。为什么？现在大家都知道，地球被染污了啊，肉食不能吃。啊，外国还不错，许多这些动物牛羊放牧在野外啊，我们在欧洲所看到的啊，这是自然生态，它养马养鸡养鸭都是在我山野山上啊，你看中国不一样啊，养在房间里面的，你要是去参观看一下，你就不忍心吃它，那种能健康吗？啊，十年前我参加在山东去参观一个养鸭的基地，啊，我去看的时候，里面的负责管理人员提了个鸭放在我手上。跟我的手掌一样大，啊，一样大。他问我：“法师，你看看，这鸭子出生几天了？”我一看这个样子，至少10天，它才能长这么大。他告诉我：“昨天出生。”你敢吃吗？为的是化学饲料，所以。你吃的就是我得一身怪病啊，病从口入啊！啊，现在素食都不干净，为什么？土壤有毒害啊，被这个化学肥料染污了，水。被染污了，土地被染污了，种出来的植物蔬菜，确实冷静想想，
跟20年前、30年前我们吃的那个蔬菜的味道不对。以前的那个蔬菜有鲜味，好吃，现在没有了。啊，香菇，我记得我们小时候是哪一家？今天中午的时候做汤的时候有做了香菇，真的，门外很远都闻到香，啊，真好香啊！现在没有了，现在你咬它吃它都没味道，这什么原因？科学技术进步了，人有能力破坏大自然。以后的日子怎么过？不能不知道啊！所以现在吃东西越少，越干净，越卫生。啊，尽量避免啊，因为饮食而得来的一些疾病，这就错了。啊，那么佛告诉我。宇宙是一体，真的不是假的啊！《大乘经》上说的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相由心生，境随心转。啊，这句话重要，抓住这句话，境界是由心转的，那我们只有心理。只有善念，没有恶念，你就身心健康，你就有抵抗力。啊，吃了一点不干不净的东西，你有抵抗能力。啊，这一句话好，这一大段经文总纲里就是讲这个。啊，我们用善心，善心。来改变我们的环境啊，没有能力帮助别人，至少保护自己啊，这是可能，不怕死，念念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生到极乐世界一切大圆满，为什么不去？为什么在这个世间造业？这个世间造业你就出不了三途，三途苦啊！这经上告诉我们，三途一度五千劫，不是五千年的，不是五千万年，五千劫。佛这个话是吓人的吧？是假话吗？佛没有理由。欺骗我们，没有理由说闲话，句句都是实，实实实实在在。佛菩萨只有一个念头，希望我们能够离苦得乐，我们永远感恩。我们看这段的注解，蒙明地图，蒙者由眼求而不能见，确实就在我们眼前，我们看不到啊，啊，佛苦口婆心应化在世间给我们说的这些经典，我们不相信，我们不尊重，我们不了解他的真实意，
啊，下面景星云蒙又作木字边的蒙啊，或者是啊，都是福不明也啊，覆盖的意思，明暗昧无知。蒙明呢，就是经教里常说的愚痴。人为什么会变质的呀？世界为什么变质的呀？梵蒂冈助教口文组织的大师，谁为助教？啊，今年在教口文组织，因为都是老朋友了，都很熟了。啊，他们把有宗教信仰这些代表都请过来跟我见面。啊，所以梵蒂冈大师的时候跟我坐在一起谈到世界为什么变成这样，他说了一句话，我很佩服，我很赞叹。他说真正的原因只有两个字，无知。蒙明地图，不信经法，不就是无知吗？啊，天主教的神父说出来。所以世间所有宗教，你细心去观察，相同地方太多了。那什么人些人都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摩西、耶稣，如果生在印度，印度人叫他做佛陀。啊，中国的孔子、老子，如果生在印度，印度也叫他佛陀。释迦牟尼佛生在中国，中国人叫他圣人，称呼不一样，他们是同一个阶层的人。都是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的啊！明心见性不需要老师啊，那个老师是真正高明的老师，不是把东西讲给你听的，不是讲给你听，你开不了悟啊。为什么你吸收别人的东西你开不了悟？开悟怎么样？开悟要把心清净，就是要修定啊，戒定慧三修，方法是戒，功夫是定。什么功夫啊？真正修行在哪里修？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修，这叫真修行啊！眼眼见色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熟能言大定，没有起心的，清楚，没起心动念，这成佛了。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执着，菩萨。三贤十地菩萨啊，菩萨没有分别执着，有起心动念，啊，阿罗汉没有执着，
分别，没有分别是菩萨，没有执着是阿罗汉。阿罗汉不执着了，六道轮回就没有了。六道轮回从哪里来？执着来的，不知道六道是假的。啊，《金刚经》上说得好：“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”虚妄，你要把它放在心上，错了。啊，你能把它不放在心上，把它放下，证阿罗汉果。念佛往生极乐世界，生方便有余土。如果与一切法不分别了，不分别是菩萨。啊，人能不分别，十法界没有了。你看看，不执着，六道没有了；不分别，十法界没有。啊，不起心不动念，十八庄严土没有了。那还有一土，你到哪里去了？常寂光去了。这是跟你讲大定啊，大定不是盘腿面壁啊，大定是六根在六尘境界上，不起心不动念，佛定。起心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菩萨定。啊，还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阿罗汉。阿罗汉算是小定，菩萨是大定。佛是自性本定，啊，明心见性，啊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这是真修行，这叫真功夫啊！啊，那么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，这是对知识分子说的，法门无量，无量法门的一种，哎，读书。读经，这部经你读一千遍，读两千遍，读三千遍，读一千遍来做个报告，从头到尾讲给我们听听。小悟，没有老师教的，自通了。为什么自通了？智慧是自性本有的，不是外头来的。所以学佛是开智慧，不是学知识啊，外国人用的方法是知识，是要有老师传授的。中国人，中国的老师是给你认证的，给你证明你真开悟了，假开悟啊，你这个悟是中悟，是大悟，是小悟啊，是彻悟，老师给你作证啊。六祖慧能大师开悟了，要找五祖仁和尚给他印证，是真悟了，是假悟了？真悟了，一波就给他了。你看他悟了，五祖说：“你说给我看听，明心见性，你说来给我听听。”他就五句话。啊，自性什么样子？自性本自清净。本不生灭，不生不灭，本自具足。具足什么？无量智慧，无量德能，无量才艺，无量相好，什么都是无量的，自性本有的，自性之外什么都没有，你要晓得。所以一通一切通，没有一样不通啊。第四，本无动摇，这是自性本定，自性没动过，没有摇晃过啊。所以自性本定，我们把万缘放下，心定下来，跟自性本定相应，定久了，豁然大悟，那什么？
第三句的那个门开了，本自具足的这个门开了，就这么回事情啊。幕后能生万法啊，整个宇宙从哪来的？自性生，自性能生能现，妄心阿赖耶能变，它不能生，它不能现，它必须在自性所生所现的一真法界，就是十报庄严土啊，把十报庄严土变成十法界，变成六道轮回，这是阿赖耶啊。你只把这最重要的纲领抓住了，你就晓得怎么回事，我的路应该走哪一条。求觉悟要用真诚心、清净心、恭敬心，你才能求得到啊。没有这三种心，你得不到这正法啊。甚至于你一个老好真的好老师都找不到，老师教学生的条件就这三样：老实、听话、真干。老师就真教你啊，你要不老实、不听话、不真干，老师教你是白费功夫。为什么？你不能成才啊，你不会有成就。所成就的世间的名闻利养而已啊。真正佛法的时候，你没办法，你看粗心位得不到，小乘虚脱安苦得不到，啊，虚脱还身见破了，再不执着，这个身生活了，啊，我是什么？我的体是法身，我的相是真宇宙，整个宇宙能生万法，整个宇宙是我，是我的相啊，各种不同的作用，这就体相用具足，虚头环就真的啊，跟着这是报的天眼通、天耳通就出现啊。这是圣人，这不是凡夫啊。他在六道轮回有期限，天上人间七次往来，七番生死，他就证阿罗汉果，就超越六道轮回啊。到哪里去了？十法界，十法界声闻法界、圆觉法界、菩萨法界、佛法界啊，在这个里头，净土宗叫做方便有余土啊。如果分别真断了，不分别，与一切法都不分别，为什么都不分别？也行，一个相。啊，古人有个比喻，以精作器，器器皆精。啊，用黄金，啊，做装饰品。我们过去有个同修，陈大川居士，他就做这个行业的，做首饰。啊，有一次，邀请我们去参观，我们到展览室。两万多件这些他所加工的产品啊，你看到这美不胜收啊，琳琅满目啊，但是一个字，金，黄金啊，这一个字全部包括了，一个都不漏
所以佛法什么？我是全宇宙，全宇宙是我。有人恨你要杀你，你要不要报复？啊，牙齿不好，把舌头咬破了，舌头要不要报复？啊，为什么不报复？一体，道理在这里，一体。啊，他不明白一体，他就有怨恨，他就报复。知道是一体，欢欢喜喜，赶快来调养。没有怨恨呐、啊，我们一个人在这一生当中，能够把生生世世这一些世间的烦恼把它洗刷干净，走向佛道，没有怨恨，没有喜悦。啊，你对我有恩，我感恩。啊，有没有真正欢喜心？没有，心是平等的，心里头除了阿弥陀佛之外，什么念头都没有。啊，这净宗好就好在这里，让我们有意念，用意念把其他的念头打掉。这净宗的方法，其他的没有这意念难，真不容易。你要在心里什么念头很难。啊，净土宗最大的好处就是他叫你用意念代替一切念。这不是成功，是到极乐世界。到极乐世界再去修。啊，极乐世界老师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。啊，没有一尊佛不尊重阿弥陀佛的。实际上，阿弥陀佛就是一切佛，一概不漏。用你从那意思上说，阿翻作无，弥陀翻作量，佛翻作觉。它的中文意思无量觉，哪一尊佛不是无量觉？所以，一切诸佛通通是阿弥陀佛。你念这一声阿弥陀佛，把十方三世所有一切诸佛都念到了，一个不漏。重要啊，你不能不懂啊。啊，不能不懂，误了自己那不话说，你要再耽误别人，你的因果可背不起啊。他这一生可以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。你硬把他拉下来，叫他修别的法门，把他这个机会错过了，你也不能往生。为什么？他是你冤亲债主，你拉他，他也把你拉下来，同样一个道理嘛。啊，所以说无知啊。这两个字出在天主教神父的口里，我们很赞叹，很佩服啊！真的，真的把这个世界动乱的根源找出来了啊！那如何我们解决问题？解决问题就是讲经教学。啊，为什么让他有知，慢慢回头？啊，先听佛所讲的，对佛有了信心，有了认识，佛所说的一切法门，选一个法门，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怎么选？要观其，他是什么根基？学哪一样东西好？这个要请教老师。啊，我在26岁那一年，方东梅先生给我讲哲学概论，最后一个单元佛经哲学，我从这里入门。他告诉我，
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，大乘佛法是世界上哲学的最高峰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我从这入门，我向张家大师说，我对于佛法粗浅地明白了，是大学问。那是上上乘法，有没有方法让我们很快能够契入境界？啊，张家大师教我看破放下，看破帮助你放下，放下再帮助你看破，这两个方法像走楼梯一样，相辅相成，从初发心到如来地，就是大乘里面讲的止观。止就是放下，观就是看破。啊，如果他去跟我讲止观，我完全不懂，我刚入佛门，这些名相不了解，他讲看破放下我懂。啊，回过头来我们看看四书，大学一开头也是放看破放下，啊，给我放下，放下物欲，智慧就现前，就知止。啊，这个智慧现前，你才有诚意。诚意有了诚意之后，再提升真心，心就正了。心正，身就修了，自自然然，一切戒律你通通都不会触犯，那就叫定功戒。啊，正心，诚意正心，诚意是定。啊，真心，真心起作用，无有一样不善。你说，四叔是不是父亲？我的眼睛当中，他跟大方广佛华严经等量器官没有两样。啊，诸佛子编的，我有理由相信他读过华严经，他很像华严经，华严有究竟圆满的理论，有极其微妙的方法，还带表演。四书具足，中庸是理论，大学是方法，论语孟子是表演，就是五十三参。让华严经用了五十三个菩萨，四书只是两个人，孔子圣人，圣人怎么落实的？孟子贤人，贤人怎么落实的？贤人是大悟，圣人是大彻大悟，没有两样。啊，那么我们从这里就晓得了，中国文化根深蒂固，但是今天有危机，因为丢掉一百多年，前面五十年疏忽了，对他怀疑，后边这一百年完全丢掉。啊，看到西方人好，全盘西化。啊，一切都要向外国人学习。现在外国人走投无路了，要到中国来找宝。啊，中国人自己不相信。
所以只有少数外国人认识佩服的五体投地。啊，好在他们现在要向中国找宝来解决他的问题。啊，等他把中国宝复兴起来，问题解决了，中国再向他们学习，把传统文化再迎接回来，啊，中国就有希望了。现在我们看的迹象好啊，很难得了。注解里面容易懂的我们就略过去啊，重要的我们提出来学习啊。这底下有疑、愚昧、蒙昧，故不明经义，这两句话重要。我们现在看佛经学佛经看不懂，听人讲的也听不懂，往往把听的意思错会了。他要肯提出来跟老师研究讨论还比较好一点，如果听了之后就记在心上，没有讨论的机会，而且它是一种错误的解释，这个对他就是麻烦。总而言之一句话，他没有根啊。学佛都是十七八岁二十几岁才开始学，扎根教育一定是在三岁啊。中国古人讲求胎教，怀孕的时候母亲就端正思想啊，她所想的东西都是好的，没有邪恶的啊。为什么影响小孩啊？言语如虎，绝对没有发脾气，没有怨恨人，这个都会是伤小孩的心身心啊。一举一动都能合乎规矩，都如法，这个小孩生下来很好养，很听话啊。那么要看妈妈看三年，三年不能离开眼睛，你能看到他，他在干什么啊？不能让他看的就别让他看，不能让他听的就不能给他听，不能让他接触的就通通远离。他所看到听到接触的全是伦理道德，全是因果教训。这样的根扎下来，他到三岁，所以中国古人讲三岁看八十啊，三岁扎这个根，八十岁不会改变，根深蒂固就圣贤了。他要学儒圣人，他要学佛就佛菩萨。为什么根太深厚了啊？那一看到别的新奇的不一样的，马上就改变了。这个没有根呢，啊，在今天的现象特别多，啊，尤其是科学技术日新月异，叫你接应不暇。这个对修行人是非常大的障碍。啊，最麻烦的就手机，罪魁祸首啊！我不用这个东西，人家送给我，我把它丢到自治楼去啊！我不受这个害啊！有了这个东西放在身上，身心不安。啊，不定是哪里送消息给你，都是扰乱你的
清净心，扰乱你的修定的功夫啊，随修行，环境真的很重要啊，真的要找一个很安静、人迹罕至的地方去修行啊，有三五个志同道合同修啊，真的想走菩提道，想成就啊，找一个小地方。前年我们到斯里兰卡去参观，斯里兰卡还是修行的一个好处所啊，很多山洞以前人住过的，现在没有，住山洞好啊，很难得，那个地方的佛教徒很虔诚，山洞里面有人住，他们日中一时，他这一餐饭他送到那个洞口，啊，真正修行那是个好环境，啊，所以愚昧蒙昧就不明见矣。那今天的社会，所有一切呈现在你眼前，你六根所接触的，全是愚昧蒙昧。啊，对于我们学习经教是很大的障碍。啊，下面解释，以抵触为信。爱好冲突，故于经法不能信受。啊，现在弘法为什么这么困难？这两句话讲得很好，抵触为信，他的个性就是抵触，他根本不相信别人，那个念头千变万化。好冲突啊，喜欢冲突这对经法不能相信，佛教你三规五戒十善你做不到，这是佛教化众生最初的阶段，就是皈依三福。第一条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做不到。啊，所以他对于真正的善恶，他没有能力辨别。时间很宝贵啊，人生几十年一弹指就过去，你要是不掌握到的话一事无成，掌握到的话首先你有能力抗拒所有一切的压力，所有一切的诱惑，你有这个能力不为外境所动摇，这个定功才管用。啊，于是心无缘虑，过于快意，只图眼前的享受。没有缘虑。啊，底下回溯讲的不顾后事，但求现乐，现在的乐，故人过于快意，快是快乐。心里欢喜啊，下面诚心诚恨，贪财好色，无有羞耻，故人爱在可赏啊。
今天社会为什么这么乱，灾难为什么这么多，这段经文都说到了。我们如果自己不回头，十年之后不堪设想。圣人说，真的善知识走了，再没有了，再找不到了。找到的人都是帮助你搞贪嗔痴慢，都是帮助你搞财色名食睡。我们看底下这一段，这一段非常重要。劝发生死，这有两段。这第一段，昧思真相，对于事实真相完全不了解。很多人会讲啊，讲的头头是道啊，是怎么样呢？是真的是蒙蔽，那就是他做不到。讲道都能做到，他心是开明的，他不是蒙蔽的，他有智慧。蒙蔽是他没有智慧，他有烦恼。这个才是问题之所在。请看经文：先人不善，不涉道德，无有愚者，孰怪也？四圣之趣，善恶之道，都不知性，为无有事。现在这样的人有多少？比比皆是。学佛，甚至于出家人，出家人为什么会还俗？经不起诱惑。财的诱惑，名的诱惑，利的诱惑，色的诱惑，谁有那么大的智慧定功，能抗拒的？能不受他干扰，不简单呐！前面这四句话，佛教导我们，决定不能责怪这些人做错事情，道理在此地。为什么？先人不善，不识道德，无有余者，没有人给他讲，他今天做错事情，不能怪他，要原谅他。所以对于作恶的人，特别是伤害我自己的人，我要原谅他。他是佛，他是菩萨，他是好人，可惜他迷了。迷是一时的，他一定会开悟。到他开悟了，他就明白了。他会忏悔，他会开悟。现在他正在迷，迷得很深。
啊，这四句话重要啊。为什么原谅人？先人他的父母没教他，不能怪他父母，他的父母父母也没教他。啊，中国的家教断了至少100年了，100年5代了，都没有人教。啊，年岁大了，30-40岁了，多半跟着外国人走。啊，所以这个四句常常放在心上。遇到别人陷害我们，多念几句，心就平了。啊，念头就消失了。静言素语，素不为善，明其无显，显是修行。啊，没有修行的，不识道德呢，长起无解，无解无显，愚痴之极。啊，今天有解无形的人，我们遇到过，而且不是遇到一个，好多位，我们非常感叹。啊，我们也决定不会帮他，我们也不会批评他，我们能够谅解。啊，他怎么样对我不起？我对他还是很恭敬。啊，什么原因？他没人教他，我很幸运的。啊，小时候有父母教。啊，虽然是很小。啊，我离开家早，14岁就离开家。就一个人生活，啊！但是书念的是不多，看的很多。那个时候，社会上有很多的榜样，好人能看到。现在没有了，没人懂了，书的人都没有了，啊！当然样子就更没有了。我们的下一代就不如何了，再下一代怎么办？我们最害怕的是传统文化，5000年传统文化灭亡了，灭亡了，没有人继承，啊，没有人去学习，没有人懂得，这怎么办？所以我们就想全心全力帮助一些年轻人，这些年轻人应该说都是再来人，都不是普通人，他真正肯发心，一生不搞名闻利养来救这个世界，啊，来挽救传统文化，那怎么样？学文言文，啊，花个2-3年时间转口，啊，有文言文的根底，你就能够读四库全书。啊，四库全书只要有一样你会念，全部你都能念。你们有障碍，啊！你把儒、道、佛都能够兴旺起来，这就是救世主啊！你救了儒释道啊！没有这个能力，我搞一家，行。
一家兴旺了，三家就通了，一门深入，常识选修啊，所以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，自然就通了啊。文字学一面读书一面学习一点，只要懂这些原理原则就够用了啊。最重要的是古人留下的这些好的经典，所以真正能够把四书能背下啊。在这个儒教里面学一部经，最好是五经，五经选一种啊，易经、诗经、选离，选离记也可以，离记分量很大，选几篇也行，不必完全去读它啊。诗书礼春秋左传好好去念三年啊。佛家选几部经典具足代表性的啊，喜欢中国人的六祖坛经、金刚经、无量寿经啊，有这几部就够了啊。要求自己要把它念一千遍，我们有个榜样，胡小林居士，德北京的，他最近用了六年时间专攻大乘起信论，他是起义自见，念了一千遍讲一遍，录音带保留下来，到第二个一千遍完的时候又讲一遍，跟前面做比较就有深度，讲得更远。第三个一千遍读下去，在我这个地方讲了一遍，我这里留的有他的资料，大概在现前这个时代，无论出家在家要学起信论，这是第一个人啊，得力于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啊，他完全没有依靠古人。三千遍完了之后，再看偶益大师的注解，请如意大师给他作证。今人找不到，找古人啊，大意都不错，讲法不一样没关系，就通过了。所以真正智慧开智慧没有老师行啊，释迦牟尼佛没老师，中国的老子孔子也没老师啊，像穆罕默德没老师，耶稣摩西都没老师，他怎么学出来？无师自通。什么是无师自通？这举一个例子，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可以达到啊，这些知识分子嘛，用读书读经，读书千遍就用这个方法，一千遍念下去真的通了。为什么？他妄想没有了啊，妄想纵然有，不是有很重大的影响啊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
这才行啊，有分别有执着都不行。啊，所以我们相信古圣先贤个个都是从戒定慧里面通的，才成为开山祖师。啊，以后这些祖师大德就有学了。啊，依着第一个老师，第一代、第二代、第三代，这样传下去，那一代比一代要低一点。到个几十代，问题出来了。啊，所以中国古人这个教学理念、方法、效果太理想了。太好了，啊！要真正有发心的人去做。我们今天训练小朋友，让小朋友走这条路子。啊，古人，古时候，15岁以前，把45经通通都能背过，这是从前读书人。啊，这是标准的，聪明智慧高的，你13经都能背过，所以他参加考试，考取了，国家就任命参政的，他真有本事，治国平天下，不像现在，现在政治大学、政治学系。他也没有像古人这套本事，啊，是中国文化之可贵，中国文化不能失传，我们要努力抓紧最近这个10年，总要有几个学生能有30-50个就不错了，我就很满足了。扎根，根深蒂固。啊，让他们从小读书。啊，儒释道三教必修的课程，那就是必定要背诵的，要念3000遍的。儒家是45经。啊，佛法里面。是大乘经教，我们暂时选的是《金刚经》跟《无量寿经》这两种。道家的选的是《老子》《庄子》那篇，这是根，儒释道的根本教材，不能不知道。真正要恢复这个世界上社会秩序，那就是要教学，要认识道德，要肯发心教学，要不然就无有余者了。啊，什么是善人？善人第一个道德，第二个愿意教学，啊，做出牺牲奉献，我这一生，住家张家大师教我。啊，教我出家，嘱咐我一句话：学释迦牟尼佛。释迦牟尼佛一生干什么？教学、办学、教学。
啊，他在菩提树下开悟，开悟之后就到落叶园讲阿含，度五比丘，从这开始，啊，阿含是小学。这个里面多说伦理、道德、因果啊，和修学的一些基本的过程。小学12年啊，12年教育讲完，向上提升，放等个比中学啊，前面介绍成，后面开大成。8年啊，到第三再提升，这是释迦牟尼佛常佛本怀智慧般若，般若经讲了22年啊，然后最后的8年法华涅槃是研究所，把这个般若菩萨提升到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我们讲化身菩萨。啊，佛事，释迦牟尼佛干了什么事？教育。所以佛陀是教育家，佛事是教化众生，目标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。记住，帮人开悟啊，那不是大悟小悟。小悟就能帮助这些人一生不做坏事，来生至少还得人天身份，不会走散途。这是佛教。啊，这个地方不善，不善就是不认识道德。什么是道？无伦是道，道就是自然的啊，夫妇、父子、兄弟、君臣、朋友，这是自然，不是哪个发明的，不是哪个创造的啊。顺乎天，应乎人啊，德是不违背自然的规律，这就是德啊。儒家提出五个字：仁义礼智信。佛陀提出了五戒，五戒是德。三规是道啊，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那是道啊。无戒是善，是德了。人人都要遵守啊。现在为什么大家不守？形式上有，实质上没有，没有人做榜样给人看的。那戒受了，三规受了，你问他什么，他都不知道。只是烧三炷香，磕三个头，这怎么行？啊，还有末法时期，不是生战生，生谤生，佛法就灭了。啊，外面人听到的，一些不信的人讲，你看看他们自己
自家打架，自家回报，都不是好人。他说他不是好人，他说他不是好人，结果人家生病都不是好人。再远离一点，少给他接近，这多可怕！啊，这是今天的这么一个时代。啊，我们要原谅他，那就是至少他五代没有人教，他怎么会知道？所以道也不知道，德也不知道，没人给他讲，跟他讲他不能接受，他不会听，所以不能责怪他，要原谅他。他有好的地方赞叹，他有不好的地方绝对不提。啊，久久之，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，慢慢有一通，他想过了。我糟蹋别人，人家才原谅我。啊，我批评别人，糟蹋别人的，我不能原谅人，人家能原谅我。他有感动的一点啊，肯定有。他觉悟了就，他要一生不觉悟，他一生不知道，那么果报三途啊，很可怕。是世代相承，子受父教，都是邪术。不谈善恶果报，故曰无有余真。这真的现在就是这样。啊，你给他谈这些，他说这是迷信，这是假的，这是封建时代那些聪明帝王骗老百姓的，造谣生事。啊，用这种方法安定社会不是真的啊，他聪明，他知道真的，把圣贤教化都认为这是邪术。我们再往下看，先人吃完万事万古，愚痴万古，后辈无知，死乃必然。所以今天这个社会理所当然啊！从200年前我们把宗教教育疏忽了，不重视，100年前整个丢掉了，啊，不再提倡了，啊，还有几个老人代代相传，还有12个人。我学佛的时候，啊，这60年过去了，这十几个人都没有，都不在了，现在就没听说了，后继无人。大乘佛教8个宗派，8个宗派都没有传人。啊，藏传的，还有一些学经学教的，修学都还不错。啊，汉传里边我就没听说过了。我相信有，我不知道。下面讲的生死之趣，
善恶之道。啊，净严所里头说，生死之趣不能自见，不舍可也。善恶之道不能自见，不舍因也。于因于果，自心不识，他无余者，故永远都不能理解。是以都不知信，为无有事。这就是现在我们所遇到的。啊，现在要想世界大同，宗教一家，确实，这是很多人的心里的愿望。我们接触一些政界、政治人物，接触教育界，啊，这些校长、老师们，接触宗教界，啊，都有这个愿心，这就很难得。都有复兴的这个意愿，从哪里下手？从教育下手。只要把教育提起来，就有救。教育不提起来，十年之后，真的想提，找不到老师。啊，像我这个年龄，很难讲几天。随时都可以走。所以我还不迷惑，还没糊涂。往生是我第一桩大事。啊，所以你们是不管怎么样，用什么心态对我，我都看看。啊，善我看看，不善也看看。这是极乐世界人做人的根本原则。啊，不能在晚年还造罪业，那就不像话了。啊，年轻能够忍受，能承受得住，晚年更没问题。啊，这是大事。佛不度无缘之人，有缘，我们全心全力帮助他。成就的啊，特别是小朋友，15岁以前的啊，功夫还算得不错啊，45经都能够背诵啊，要好好照顾他。决定不能有傲慢心啊，自己会看到别人不会瞧不起，完了啊，要有恭敬心，要修孔老夫子啊，内放下贪嗔痴慢疑，外学孔老夫子的温良恭俭让，这才是圣贤，将来成就很大啊，如果有傲慢就不行啊，所以要学孔子温和善良恭敬，这一句最重要，恭敬就没有傲慢啊，对人人都要看着佛菩萨一样恭敬，
我固然有长处，人家也有。他要得定，要开智慧，他可能还在我之上，怎么敢轻慢别人？啊，生活要节俭，节俭比什么都快乐。啊，最后让，要谦让，要谦虚，样样都让别人。啊，你要给你，我们统统放下了。我要到极乐世界去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带走的。我怎么会跟你争？不可能嘛！我要跟你争，极乐世界去不了了。那这一生的愿望就落空了。啊，所以要让，什么都让给你。啊，只要我有的，你要我都给你。我一样都没有。而且我们的希望越早往生越好。啊，这个事情我明白了，我看破了，是完全了解，我应该走了。啊，我不会跟任何人争，就是希望每个宗教都有圣贤出世，每个学派都有大圣大贤，来教导，来传承，地球的人类前途一片光明。啊，这是我们所期望的。啊，教学有成就，那就是接受教学的人都承认，都深信，真正相信，深信不疑。啊，必须要把证据拿来给他们看。证据，首先自己做榜样。啊，别人不肯做，我做。我做出样子来给你看，这个很重要。啊，有人给我志同道合，我们一起做榜样，给大家看，让大家能相信，不再说这是迷信，真正叫你得到身心快乐，啊，你感到你的一生活得很幸福。好啊，家庭和睦，家和万事兴，事业顺利。为什么顺利？让就顺利了，不能给人争啊！啊，让就发财了，越让越多，越争越少，还有祸害啊！所以不能够争。这个不能不知道啊，让是大德，积功累德怎么成就？就是让这个字得来了。啊，大家都能有信心，对圣人教诲都能产生信心，知道他是真。我也有真的，他的真的流出来了，我的真的被埋没了，被烦恼习气盖障盖住了，透不出来，不是没有。我应该跟他一样，把障碍放下。障碍是什么？妄想、分别、执着。啊，妄想里面包括起心动念。包括这个东西，所以我们要学六根接触，看得清楚，听得清楚，样样都清楚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这叫真修行。
这叫功夫真的了。啊，其他的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就好啊。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